两个字，两个哦，很简单啊。嗯，人渣，人渣，够简单了吧？两个字，超简单，简单，超简单的啦，超进化。哎、欸，你这个画法 OK， 很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高手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很简单，两个字。看每个人都很简两个单，字，两个字，音速小子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沙太小，阳出来的哦，我知道，哦，哦耶，不好意思啊，第一个，沙小啦，哦，你小哦，天今天题目怎么那么简单的了？哦，这题目有点简单呢，靠腰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这个很难哦，几个两个字？几个字，字？两个字，好不好？两没有，你个画的东字，西应该都很难。什么东西啦？哦，两个字哈，我猜成两个字，哦，这第一个字，哦，这第一个字，什么东然后西第啊？二个第一个字我就看不懂哎，看这三小行李箱哦，哎，两个字，就这两个字，人啊，这边要。哦。再画一个莲蓬头才对，这边要再画一个莲蓬头，这样。莲蓬头，第一个是一个动作，好不好？他在干动嘛？他作，在干嘛？洗澡啊，啊，然后第二个洗字啊，这香是一个香啊，行李呀，这是一个行李呀，两个字啊。洗香。哦哦，不是，哦哎，哦，哎，为什么？嘿嘿，洗香洗礼。哦。我一直这样讲，配他这合样那个讲其实香蛮那个。字，哎呀，换我。哎呀，准备最后名了，三个字啊？什么啊？他小啊？吸毒犯？这位画真小。眼镜，戴眼镜。炼金术。啊！哦，是不是简单吧？什么东西啊？简单，简单。简单简单，就很简单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我怎么妈那么像？这那么像哎、欸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怎么突然忘记？哦、oh. 这个，对，我不知道这个他的名字叫什么，看我要哎、欸，好不好？现在是口艺术家啦，我已经你有没有听过？我已经知道，有没有听过？干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有没有听过蔡依林的大艺术家啦？科学家那么简单，我还想到一个什么家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有点难，我觉得你们会认错东西啊？穿山甲、哦？对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可是有另外一个动物，它不是穿山甲，它跟穿山甲很像。看、哦哦、这叫什么？什麼跟你那叫什么？不是啊，我知道了，那名叫什么？那名叫什么？长得像穿山甲，陕西的头啦，陕西，陕西，它会卷成一颗球。那我还阔鱼。它跟穿山，对，它会卷成一颗球，跟穿山甲很像，可是大家都会搞错。长像穿山甲，长像穿山甲，这个字怎么打啦？找到你不会打，你靠腰。不知道这叫什么啦？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字。少时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他妈土猪哦，土猪，妈的，三小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球鱼啊！看谁会，看谁知道是什么球鱼？什么啦？什么东西啊？眉毛？什么啦？画什么东西？什么啦？汤姆是小火车哦，但我脾气有点大哦。哇，这叫什么东西啊？三太子啊？什么啦？阿公啊？哦。哦，他要去哪里？哦。哎、欸，对、欸、吗？哎、欸、嘿。嗯。小老弟，东东老弟，小老弟。耶，东东啊！诶，什么啊？还打听哦，修理？诶，办公？嗯，不是打工那什么？
公司哦，靠腰嘞，其实还不错啦，其实真的画还不错。换我啊，两个字啊，超简单的。两个字儿，两字，对吧？小超人。什么啊？三个，哎，两个字啊、哦。超简单的好不好？不是唱歌是什么？那么简单你都猜不到，干、哦、闹、欸、好不好？你们、欸、不是主唱，跟我开玩笑好不好？没跟你开玩笑啊，不可能是演讲啊，不可能是演讲，那个音符在那边。对啊对啊，音符，哎、欸，真的不太行。你不要想他在干嘛，你想他想他是什么工作好不好？想他是在做什么？他是。哦哦，你想工作就知道了，工作就知道了嘛，是不是？简单的东西，笑脸哦，嘿嘿，这什么、啊？还打错字是怎样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手中指特别粗啊，这手吗？这到底是什么鬼啦？哦、屁嘞！嗯，简单啦、啊，方向都对的啦，方向都对的啦。哦，双整也答对了。不是指甲啦，你手指，你要你把整只手画出来，冲他小，你不会指手指是不是啦？我只画一只手指，到底有没有？你到底有没有长那颗脑啊？几个字啊？这很难画哎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你说是几个字？三个字啊、喔？两个字？两个字啊？哦，啊？哦，什么啊？一讲两个字就猜出来喽。对对对，简单的东西啊，是那么清楚的。黑人 ，take easy， 很 easy 的东西，我跟你讲。真的很简单啦、啊、跟你讲，如果我是你妈，我也气死。哎、欸，我打牙膏了，哦，不行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龙虾、啊，就长这样，啊、就跟你讲三个字，你还在那边橘子，哦，它就长这样啊，哦，马前面说菜，哎，哦，耶 baby， 它就长这样，不好意思、啊，对，它就长这样。不好意思啊，沒我没有讲错吧？它就长这样啊，别人长这样，应该再画出另。那我再给你们个，画出另外一个東西，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，就猜出来好不好？哎，宇智波一族，宇智波一族，我就跟你讲三个字，你还在那边乒乓乒乓三小啦，乒乓东西啦，东西啊，这个是饼干哦，饼干。饼干，哎、欸，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饼干怎样？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是简，我已经提示的明显。哎呀好不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饼干怎样？哦，耶，奶酪。饼干，哎、欸，跟你讲弱了，你还在那边奶酪？就给你多听把这个字写你，你就奶酪。饼酪是怎样啊？你动脑好不好啊？我还干酪嘞，醒醒！酪饼，脆弱咖啡哦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应该可以画得很像。哎、欸，靠背那个凸凸的肚子、欸，它只是没有画质而已。原来如此啦。哦哦，看你们看嘞，是我天使。画出一个光圈，马上猜出来。我在那边画翅膀。哦，跟你讲，这猜不出来，可以去吃屎啊！你知不知道？看清楚，马上就有答案了，哦、好不好？是不是？简单的。东西你会最后让我们那边乱猜一通。什么东西啊？哦。哦。简单，什么啊、那么简单都猜不出来。简单哦，那么简单。我昨天才吃过啊，只是这个包装看起来怪怪的，好不好？
很像你们看到的东西，它会从这个变成。你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我也看不懂，你知道吗？马铃薯还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然你要跟我讲怎样嘛？怎样画？怎样画吗？东西是你这都画那种，你专门画脏东西，王者什么啊？我这样都看不出来，你不要跟我闹，你这样都看不出来，不要跟我胡闹，开玩笑是不是？不要在那边跟我作笑。哎、欸，你们按摩器，按摩棒什么？棒子吗？你还看不出来？哦耶 ，baby！ 给我一点绘画天分，那种画完再拆嘛，有这种。然后给他加个美感，到个颜色。哎呀，煞气阿迪呀、啊！你的人的人是都每周这样子，真的看着心会很累，你知道吗？马步、哦。屁呀、啊！屁呀、啊！当时太对，屁呀、啊！屁呀、啊！屁呀、啊！简单的好不好？干、欸、你们作弊日事啊！我、哦、这个是乱猜，你知道吗？超简单，我跟你讲。看完小毛的，我们其实基本上被你抢了。两个字啊！啊！哎，是我忘记按那个，忘记按打字。两个字，键盘，键，超简单哦，第二名啊。